的奶奶又圆又大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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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好好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哎，小铃铛。大家请多多支持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芬玛利亚。之前呢拍 Q&A 的影片，影片的下面留言很多人说想知道阿布怎么学中文的，所以呢我今天请一个朋友来跟我一起分享我们外国人怎么学中文。这样嗨，那欢迎来君正优桑山山路海山山路。你好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威君正哥。你有发现我们的发式是一样吗？对，没错，而且来双胞胎的，好开心。对，我们两个人第一次 fit 的，对，嗨，然后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外国人，没错没错。对，首先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来台湾呢？哦，因为我在韩国已经就在学中文了，然后想说可以来台湾好好学完这个中文，政府中文，但还是很难啦。我是在韩国已经学了一点点的基础，但是玛利亚是来台湾从零开始，对，蛮厉害的。没有，我一开始是去补习班，然后那个补习班的老师不会日文，然后他们是用英文跟我教中文，可是我超级不会英文，所以真的很痛苦。那有什么秘诀吗？敢问，然后敢讲，很重要哎，因为来台湾一定要生活嘛，所以然后很多去潮汕吃货的时候什么，我要吃货。可是吃货我发不出来那个声，然后台湾人说哈，吃货，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哈，对，哈，台湾人特有的这个哈，所以我一开始来台湾更不敢讲话的那种，好不容易讲一句话，他就会说哈，我说。一开始觉得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凶？对对对对 对，很凶。对，但不，其实不是，对，就是他们的习惯。我最近跟金针菇上去吃饭的时候，发现已经台湾化了。啊，对。我上次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我是日本人第一个到，十分钟前到那个地方，然后等了很久，大家都不会来，当十分钟后。差不多，有这么晚吗？金针菇上来，然后金针菇上跟我说：“哎，你还没台湾话咯。”因为玛利亚上太准时，还提早到，这个真的是在台湾没办法有的事情。对，因为台湾朋友们真的很爱迟到，所以我从大学开始就大概算30分钟就到，这样大家刚刚好。哎，可是像去台湾的大学嘛，那老师是全迟到吗？老师不会迟到，但是学生一定还是会迟到吗？是吧？而且是台湾的大家很爱英文换成中文。麦当劳的日文是什么？麦当劳的。我们也是直接翻英文 McDonald's， 但是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词，麦超级奇怪。对，我也是。然后又是那个人名 Michael Jackson， 我们也是 Michael Jackson， 但是。麦克·杰克森，等下，超奇怪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Michael Jackson 明明就是英文，为什么翻成中文的那个翻译？就是我们学中文的时候，怎么学中文？就是笔记，还有这个是我在大学学的课本。什么？哪里过来？这个我也想要拿这个，但是我都丢掉了，还有一点害羞哎。其实看这个就可以知道阿布是不是很乖的学生，认真的学生。哎，看一下。有些是后来今天看觉得，为什么我学这个东西这样？走开！这个为什么要学？对啊，我也觉得是课本有学还是老师教我？有两个位，谁有两个位？这里有泡温泉。以前有台湾男生跟你说过要不要泡温泉？あの台語ですかね。色老头，这是什么？老师会教这个吗？老师是谁？对，很奇怪耶。今天过生日来台湾几年ですか？
我来台湾六年，我也是已经第四年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差不多认识了台湾一些些，有自信吗？我是台湾人。对，就是我们要比哇西台湾的比赛第二届，所以今天要干嘛？就是今天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一些中文的问题考卷，然后我们来考试，这样。好久没有考试了，天哪，有自信吗？这个，哇西台湾人，哇西台湾人啊，干嘛你们笑？嗨，其实蛮多的，就是连看都不想看的。第一个他是范例，就是以为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想到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我们有个例句是以为我很瘦，没想到我很胖。以为怎么样，没想到。好久没有写中文。哎，那个应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太难了，我这个就是不想看的那种。即使我根本不知道这个。即使是我即使有喝咖啡也睡得着。我觉得这个超难，既然即使什么？真的太好看了。好久没有听这个原因。对。其实平常打字可以打，但写字很难哎。对对对，好久没有写字了。对啊，不但还更什么？不但猜出了，出了人就很难。我看到听不看啊，对不起。照样驻足，可怜的那姐姐的誓言总让人吓到。前夫越来越瘦，好难过。不知道妹妹是不是妈妈生的？这个范例很坏耶。那这后头漂亮的亮是怎么写？这里面会有吗？好坏耶哦，丑八怪，知道意思吗？很丑的意思。对，你我刚刚看到你还有小三，为什么小三这个东西？写完第二个了，哎，很快，好快哦！第三个更难，成语应用，它有四个题，为什么要给六个选择？很坏的选择，而且我看到蔡哥就不想写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八卦日记？一个我看来，一个都不知道。哎，你看得懂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好厉害呀！蔡哥喜欢阿芙玛利亚。他喜欢金针菇，真是太烦了！真是渣男，真是渣男，没怎么没有选择那个好吃的韩国铺丢锅吗？不对锅，不对锅。对，刚刚是不是偷看我的？没有 ，no， 很在意，不要偷问。那你以前学校考试的时候会这样子吗？我不会，不会。是这样，然后也没有看别人。哦，花胎，等过时间。我有自信耶，100分吧，这个100分的时候，简单，简单。我是台湾人，造句考卷第一题造句，学到石头布，哈哈。原本以为台湾朋友都很贴心。没想到制作人欺负我们。很好的主持人。我以为金针菇比我高，没想到他比我矮。造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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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即使素颜也能撩到帅哥。撩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妹啊，撩啊。即使回不了日本耶，我会怎么样？好阿布的造句哦。阿布先学好波波波，接着学台语，再交台湾男朋友。哇，すごい！すごいですね。すごいですよ。すごいで那个韩文是什么？대박。대박。对，대박사기。대박사기。真的是超小孩。等一下，可是我写这个波波摩，所以你真的要学完才能交男朋友了，请多多加油。
那我先不要考虑交男朋友。先洗脸，接着上厕所，再吃早餐。Oh, Morning routine， 你的对。在台湾生活，不但可以吃蚵仔煎，还可以吃牛排。哦耶，变更胖。还可以吗？不但去上班，还在家看电视，看像剧咯。对吗？对对。蔡哥说不定爱上了阿布。先不要。很有故事哎，今天路上的造句。我的造句是：说不定明天是晴天。好日本哦，好像日本那个连续剧会有的台词。台词。金针菇的中文总难能吓死。有那么吓？好，我是嗨阿布的笑容总让人迷上。好会讲哦。我说你越来越丑。没有，我原本想说你越来越漂亮，但我这个笔记本里面没有漂亮，然后看到丑。阿布越来越闪一闪的奶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不知道老天爷是不是不公平？因为老天爷也是这个里面看到，所以写下伤口太多了吧？所以要先补一下。嗨，今天我是这个又是蔡哥了，不知道蔡哥是不是喜欢阿布？为什么？你刚刚也有写，这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好好。洋洋的吃饭又快又多啊！我写用餐啊，真的，洋洋吃真的很多，对，超多，笑到了。对，阿远的奶奶又圆又大，好棒，很棒哦，好棒，应该没错。我虽然没看过，真的，好好。蔡哥在运动中放屁 ，OK。我的话，嗨，蔡哥在节目中漏赛，漏赛是什么意思？拉肚子的那一种，对，不是撞的。好臭哎！所以大便跟屁，真的很脏的呢。真的，这个是蔡哥很常讲的话，漏赛，难怪他很常上厕所。第一题是。相片时间快到了，片子还没剪完，剪辑心情时光飞逸，飞逝。对，我写愁云惨雾。写这个的理由是什么？就是时光飞，感觉是时间很快就过的那种感觉。哦、像我的话，愁云惨雾，感觉心情很不好的感觉，就是有很多云哦。那第二题，蔡哥喜欢阿布玛利亚，又喜欢金针菇战士，但正心情。我写三心二意，蔡哥有一个心，三颗心，但是给很多人用，这种感觉。渣男哎，渣男的渣。对啊。那第三题，一天就这样过去了，正是念念不忘。你的想法很特别，真的、哦。对，因为我看这个一天，然后就是、这是时间嘛、所以我就写时光很快。哎，我因为我已经不能用这个了。第四题，那个好吃的韩国部队锅，正是让人只念念不忘。哎，为什么我念念不忘？金针菇生，我也是念念不忘。全对，好厉害哦！耶、yeah ，真假的？是你真的知道意思吗？就是有几个知道，但是大概可以看句子。嗯，好像用我的菜菜。前面的话都对的。耶、yeah ，来我啦！耶、yeah ，我是台湾人。恭喜你，你是真台湾人，大韩国人。今天考中文，对，有趣吗？哦，很有趣。然后也写到一些，就是我平常很少写这个中文，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非常好。金针菇上有自己的频道，还有 IG， 还有 FB， 对，大家追起来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阿姆玛利亚，谢谢。
就是我们外国人，但很喜欢台湾，所以在台湾努力拍片工作。很希望台湾的大家也喜欢我们外国人加韩国人的金针菇桑，阿里嘎多，拜拜。喜欢这个影片的大家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可爱哟、哦！我以为是韩国韩文。귀엽다，귀엽다，拜拜，拜拜。I'm shiny like a...